程而成为全世界的焦点。2006年5月1号，这里的水位将增高到156.3米。来的到他的，哎，那不是我去沙上他冷了就没跟他你联系啊。那你不在家挖煤，你到我们这儿做什么？看老婆找孩子。这是我最新的作品，花了2亿4000万喽。给我一片星空，一生